几单了？啊，两单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单少得可怜，别办。哎，你呢？怎么样？我一单没接呢。那你也是挺惨的，啊，挺不容易啊，一小姑娘跑出来做代驾。嗯。哎呀呀妈呀妈呀妈！我刚才怎么了？嗯，刚才什么呢？先生，需要代驾吗？需要需要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又是你。 女司机怎么了？女司机也是司机啊！我有驾照，先生，您不能性别歧视啊！是你就不行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哎，好嘞，马玲的，哎，好嘞，马玲的，老老板小心！马玲，老老板，你小心！我哥们也需要代驾，他在后边，他姓顾。好的，谢谢啊！啊，慢点，何总，谢谢啊！好的，没事，徐总，来来来。 您是顾先生吗？您需要代驾吧？这位小姐我认识，她有我的名片，你们是一起的吧？你没事儿？我没事儿啊。哎，我也认识您，相信我，保证给您安全送达，而且这次给您免100块。 你说你认识我？对啊，今天上午白吐司100块。牛奶吐司，谢谢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你的面包。哦，想起来了。所以我才说啊，现在要免单100块。 不好意思啊，顾先生，我缓一下。下去透透气吧。顾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晚上开车有个习惯，遇到大货车呢。 我都会靠边停一下，让他先过。为什么？我的习惯应该跟女司机没什么关系，可能是跟车祸有关。啊，反正安全第一嘛。车祸？没什么了，一点心理障碍，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行车安全。 对不起，顾先生，我一时紧张。至于这么紧张吗？
叫辆拖车过来吧。真没想到，拖车还负责接送，辛苦了，师傅。麻烦你啊，帮我把他送回家，嘉莲花园知道吧？你女朋友不跟你住一起吗？她不是我女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交给我吧。拜拜，师傅，可以出发了。